这嘉靖皇帝一琢磨呀，呵，你不给我留脸啊，那干脆咱们就都别要脸了。你以为你怀着我的儿子我就不敢踹你啊？想到这儿啊，这嘉靖皇帝一起身上去就是一脚，一下子就踹在了这陈皇后的肚子上。陈皇后是应声倒地啊，随之啊是鲜血直流。就这一脚啊，孩子是保不住了，陈皇后也是大出血而亡啊。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今天呀，咱们继续在这紫禁城讲那些离奇古怪诡异的宫殿。今儿咱去哪儿啊？今儿咱们去呀坤宁宫，那可是一座呀专属于皇后的宫殿。哎，我想啊，这会儿就有好朋友得提出来了，这皇后啊，母仪天下，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你没看那皇太后吗？在自己死后的朱砂碑上啊，写的都是某某皇后，从来不写她是某某皇太后。皇后所居的宫殿怎么就成了诡异的、不吉利的呢？从明永乐年间啊，建紫禁城伊始，这坤宁宫呢、就专属于皇后。可是啊，明朝一代在这里住过的皇后啊，得到善终、有好下场的少。今儿我就捡的比较热闹、比较厉害、听着比较骇人听闻的，在这儿啊跟您磨叨磨叨几件。虽然啊，在我心里这明朝的皇帝他个顶个的混蛋，让我说呀他们都挺揍性的，可是呢让我挑出来一个最混蛋的，那我就得说呀是这个嘉靖皇帝了。这个道士皇帝啊干出来的事儿啊，让人都匪夷所思，让人听着呀是又生气是又难受。嘉靖皇帝这一生一共册封过三位皇后，第一位皇后啊姓陈，叫陈莲，那跟他啊真可谓是抓阄夫妻。结婚那年，这嘉靖皇帝刚当皇上一年，那年啊13，这陈皇后啊14岁。您是不是就得问了，这未成年怎么就能结婚了呢？哎，我跟您说，这古人呢他没有青少年时期，在古人脑子里啊，他过完幼年他既是成年了。皇帝大婚以后，这小两口啊这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算是恩爱夫妻。7年以后，也就是这陈皇后21岁那年，终于给皇上怀上了龙种。皇上倒是也挺高兴，每天呢就到这陈皇后的宫中，哎，就是这坤宁宫啊，陪皇后啊说说话聊聊天什么的。到了饭口呢就不走了，跟着皇后两个人啊就在这坤宁宫当中一同用膳。话说这天啊，又和往常一样，嘉靖皇帝留膳坤宁宫。这时候呢，旁边呢有两位宫女啊伺候这皇上跟皇后进午膳。呵，这俩宫女长得那是又狗狗又丢丢，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这年轻的皇帝啊，他平时就是个色迷大爷，就趁这宫女啊给这皇后送水的功夫啊，一把就攥住了这宫女的手，上下其手啊，嘿，这德行大了。这皇后一看呢就生气了，跟皇上说，你这要干嘛呀，我还在这儿呢，你就这样，你有这号雷你别来我宫里，你在你前面的乾清宫你爱怎么闹怎么闹，你省得呀到我眼前了让我看着恶心。说着话呀就把这饭碗往桌上一蹲，站起来就要走。哟，这一下子好像就戳中了皇上的肺管子，他腾一下就急了，火可就上来了。这嘉靖怎么那么大脾气呀？因为啊，他平时竟服用一些个丹药，这些个丹药啊都是生火之物。您想啊，他年纪轻轻的老吃这个，这人能不脾气大吗？这嘉靖皇帝一琢磨呀，呵，你不给我留脸啊，那干脆咱们就都别要脸了。你以为你怀着我的儿子我就不敢踹你啊？想到这儿啊，这嘉靖皇帝一起身上去就是一脚，一下子就踹在了这陈皇后的肚子上。陈皇后是应声倒地呀，随之啊是鲜血直流。就这一脚啊，孩子是保不住了，陈皇后也是大出血而亡啊。就在这坤宁宫里，皇后啊活活的就被这皇帝给踢死了。这嘉靖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啊，是由张顺妃晋升为皇后的。这第二任皇后那可是亲眼得见这陈皇后是怎么死的，于是呢就活的是谨小慎微，比较的小心。就是这样啊，没过两年，这嘉靖皇帝还是把这张皇后打进了冷宫。最后呢，这张皇后在冷宫当中啊不到一年郁郁而终。嘉靖皇帝的第三位皇后啊，那说起来就比较有名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位皇后不单是嘉靖的皇后，并且呀是嘉靖的救命恩人，这就是嘉靖的第三任皇后方皇后。要说这事儿啊，还得从这嘉靖喜欢炼丹修道开始说起。
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杂毛老道啊，给这皇帝出主意，您要是想长生不老啊，您就得天天服用我这九转大环须命丹。哎，皇上说行啊，可是炼这丹药啊，皇上一听啊，有点难度。怎么就有点难度呢？要说这花钱能买来的药材啊，对这皇上而言啊，那不叫事儿。据说嘉靖皇帝每年炼丹所需要的柴火费用啊，就高达10万两之多。我算算啊，这10万两肯定不是买柴买炭，我觉着他们用棉布当柴火都够了。书归正传啊，那么为什么说炼这味丹药它有点麻烦呢？其中有一味原料啊，那很难搞，就是这处女的精血。于是啊，这皇帝从全国各地选来秀女啊几千名，专门啊为他炼制这味丹药提供原料。他不但给这些宫女啊服用下血的药，而且呀、啊、在这经期还不准这些姑娘吃饭，这呀是为了保证他原料的纯正。于是这些宫女啊被整的是死去活来的，隔三差五啊就有宫女死于贫血和营养不良。有句俗话不是那么说吗？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有这么一个比较横的宫女叫杨金英，就联合了当天值班的几个宫女，说是啊要弄死嘉靖皇帝。他们呀、啊、算准了那天嘉靖皇帝住在乾清宫，谁侍寝呢？端妃侍寝。当时宫里的宫女们都知道这端妃娘娘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啊？肠胃不好，夜里啊肯定要出一次大宫，这次出大宫时候还短不了，怎么着也得啊两三刻钟。于是呢这帮宫女就商量好，借这个空啊又勒死嘉靖。果不其然呢，到夜内子时啊，这端妃娘娘这毛病犯了，捂着肚子，小宫女啊打着灯笼陪着这端妃娘娘一块啊找马桶聊天去了。这杨金英啊带着这几个宫女就立刻拿了个绳套勒住了嘉靖皇帝的脖子，两边使劲是越勒越紧呢。只可惜呀、啊、这些宫女啊她刺杀技术不够娴熟，打了这个结啊她是个死结，这勒到半截啊她就勒不进去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有的宫女害怕了，于是呢就慌慌张张跑到了后边坤宁宫当中去禀报了方皇后。这方皇后带人赶来啊才解救了嘉靖皇帝，制止了这场宫变。当然杨金英和这十几名宫女啊最后的下场都是被凌迟处死。可这嘉靖皇帝啊这次虽然没死也是够呛，连惊带吓再惊这么一勒啊，一下子就病倒了。处置宫女的善后事宜啊就由这方皇后来办了。其实呢这后宫之主啊这些事理应是他处理。这方皇后一想啊，这端妃伺候皇上不周到啊，你干嘛不在皇上身边好好的伺候着？再有了，平时啊你就描眉画眼，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整天迷惑皇上。于是啊就借着这个劲儿把这端妃娘娘啊一块儿给处死了。说实话这皇后啊确实这心眼儿也不大。等这嘉靖皇帝过了一个多月缓过神来呀、啊、就问了，我这端妃哪儿去了呀？这太监就说了，死了，让这皇后啊一根白绳子给挂上了。皇上一听这话虽然不好发作，但是这仇恨的种子呀、啊、就在心里埋下了。他是非常记恨这个方皇后，他就想啊，你怎么能趁这机会把我心爱的女人一并处死了呢？你等着我的啊。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啊，这坤宁宫着了大火了。嘉庆皇帝发现火势以后呢，就对这些救火的工人说了，哎，稍微等等，看看这火势啊别蔓延过来，别这风一吹啊再把这乾清宫炼了宗。就是因为皇帝对救火这件事情比较怠慢，耽误了时机，所以啊这方皇后就被活活烧死在坤宁宫当初。据说呀连个整尸首都没抢救出来。您看嘉靖皇帝这三位皇后都曾经住在这坤宁宫当中，都没有一个有好结局的。咱们呀再说一位明代的皇后，这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的皇后周皇后。没有例外，这周皇后啊她也住在这坤宁宫当中。话说这崇祯17年的3月18号，李自成的军队啊已然攻陷了北京城了。虽然啊还没打到这紫禁城当中，但是这崇祯皇帝知道啊这国肯定是亡了。于是皇帝就跟皇后说了，这闯贼啊已然打到家门口了，我肯定会是殉国的，至于皇后您呢，您看着办吧。皇后听了呀也是姗姗落泪，对着皇帝说呀，臣妾服侍陛下已经18年了，
如今国破，臣妾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是这份皇家的气节呀，臣妾还是有。于是呢，这皇后啊就默默回到了坤宁宫当中，一根白绫子自缢殉国了。要说这崇祯皇帝国破君死社稷，一根绳子吊死在了煤山上，够豪横的了吧？这皇后的节烈呀，一点都不比他差，就用一根白绫子吊死在这坤宁宫里。要说这有名一代呀，在坤宁宫当中生活过的皇后啊，善终的确实是不多，所以呀，这坤宁宫就有了不吉祥的说法。今儿啊，时间不够了，明朝的事儿啊，咱们就先搁到这儿，明儿呢，咱们再讲清朝这坤宁宫跟皇后的故事。得嘞，今儿天不早了，喜欢我的频道啊，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只要您长按点赞啊，咱们是明天准见，拜拜。